这个光影真的好好看呀。 Hello 大家好，我是老鹰，刚更新完这个大厅页面的光影效果照在人物身上真的好好看。那我来简单介绍一下本次更新都有哪些变化呢。首先是 M4 新增下挂榴弹发射器，以后我感觉奇奇怪怪的榴弹炮点位要学起来了。再有就是新增突击步枪 Medax， 一把稳定四枪导的步枪，从训练场的试玩来看强度还可以。新增荒漠地图柴油站，是一张典型的美式公路风的地图。重点来了，新增模式机甲争锋，玩家会以第三人称的视角控制机甲进行战斗，还有三种不同类型的机甲供玩家选择。这个模式说实话是我最期待的一个模式，过热战士大乱斗。新增被动技能斗志昂扬，大致意思就是队友和自己消灭敌人会加速终极技能的充能。最后 M16 以及 K6 进行了削弱，但是像这样的削弱不会去影响他们现在的地位，问题不大。